今天咱们再来拆榴莲大盲盒，刚才我剪开了，可是没找到口。咱们来拆一下啊！哎呦，看看怎么样？然后咱们拿个盘儿。哎，这肉真的好大呀！然后，哎，我得把它转过来一下。这是第二块肉啊，我看看这里还有一方没？哎，这里还有一方，对，这个有点小。这个，看看这是不是还有一个？刚能猜出几方啊？大的真的是太费劲了，哎，哎呦，别跑了呀！哎呀，有点狼狈啊！哎呦。比那天的还甜，这盒子好小啊，这两次买太成功了。把这小的解决了。